姐妹情深的一天。哦，这鸡呀，啊，但是没有想到妹妹赖在一家店不走了，力气也是真大，果然也是爱美的女孩，对这家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游乐场已经忘得一干二净，算了，随她去吧。妹妹好像有自己的独特审美。他要这个，给他魔法棒，给他拿魔法棒。拿这个对吧？哎，这个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一眼盯上亮眼的公主鞋。好了，让我们来看看七七的审美。Later。他来了，他噔噔噔噔噔来了。还是我来给你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穿搭小公举吧。必须给自己折量，这个行啊。虽然咱不是公主，但还是想去试一试。走吧。